牛头犬詹姆斯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。这次小庞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间大型运动用品店。小庞必须在这庞大的卖场里找到他要买的球棒跟手套。两个小家伙朝着运动用品店快活地向前迈进。结果，小庞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然后小庞捡到的是一个宝特瓶，结果小庞拿着宝特瓶来到了垃圾桶前面。没错，公子先生平常就教小庞，捡到了垃圾就要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。小庞好像要把路边的宝特瓶丢到垃圾桶去，小庞好乖呀、奇怪，小庞突然拿着宝特瓶往后走了几步，难道他要……小庞打算把宝特瓶扔进那个垃圾桶里面，可是他投得进去吗？哦，竟然第一次就丢中了耶！丢了一个漂亮的慢速球，让小庞的心情好极了。他踩着轻快的脚步朝着运动用品店跑去，终于顺利抵达运动用品店了。不过这次詹姆斯得在店门口等。独自进入运动用品店的小庞，可是这家运动用品店实在太大了，而球棒和手套卖场竟然在这家店最里面的角落。前面还有很多可能会引起小庞兴趣的好玩的东西，小庞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在这家店买到球棒和手套呢？公子先生已经事先告知店家和现场客人小庞要来的事。就在这时候，小庞发现了一台跑步机，一按钮就可以开始跑步，只要连续按上几次，速度就会自动加快，来电的客人都可以自由试用。小庞好像很喜欢这台机器，迟迟都不肯离去。然后小庞决定要挑战跑步机。没按钮机器是不会动的啦，小庞好像还没有发现这一点。终于发现开关了，然后机器开始动了起来。
着。啊，小庞，你按越多次，机器就会动得越快哦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庞总算是逃过一劫。之后，小庞又东玩玩，西碰碰。开始寻找球棒和手套的小庞，这次他来到了高尔夫球具区，结果小庞发现了一个推杆练习器。然后知道小庞要来出任务的店员特地来招呼他，小庞第一次挑战推杆，好，第一杆，哎呀，失败了耶，再试一次，进行第二杆的挑战，继续进行。进行第三杆的挑战。之后，小庞再接再厉的继续挑战，就是没有办法进洞。到了第九杆，小庞打出去的球撞到了练习器尽头的板子，漂亮的弹到了洞里面。虽然只是凑巧，但总算是进洞了。小庞，你好棒哦！然后。终于来到了棒球用品区，接着也顺利找到了手套。小庞从数量众多的手套当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一个，其实这里是大人的手套区，对于身材娇小的小庞来说，这里的手套肯定太大了。没多久，他终于找到了小朋友用的手套，立刻试戴看看。选好手套了，接下来要买球棒咯。然后他来到了球棒区，
想到，他竟然玩了起来。不过，他还是从许多球棒里面选中了一根。他选了最适合他的身材，卖场里面最短的一根球棒。球棒也选好了，然后拿到柜台去结完账，就可以把球棒跟手套带回家了。小庞顺利买到了球棒跟手套，今天的小帮手任务超成功。拿着买好的东西去找詹姆斯。然后，小帮手任务圆满达成。拿着球棒和手套，准备要抢。挑战打棒球，宫泽先生特别组了一个少年棒球队。小庞这次要去参加他们的练习。天才黑猩猩小庞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。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。小庞打棒球，只要练习就能打得好偏。踩着干劲十足的步伐，朝着棒球练习场前进。抵达棒球场了，球员们已经聚集在球场上了，小庞也要加入他们。首先要向队友以及教练致意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次宫泽先生会在观众席上看小庞练习。みんな集合。练习好像要开始了耶。结果，对了，练习前要先把外套脱掉。然后，小庞的背号是3号。好了，马上就要开始练习咯。第一次打棒球的小庞，能不能顺利地学会打棒球呢？第一个练习的项目是跑垒。这是假装自己打到了球，然后沿着垒包跑一圈的练习。到底小庞能不能沿着垒包顺利地跑完一圈呢？小庞喽，在假装打中球之后，小庞开始跑垒了。虽然有点犹豫，小庞还是努力地跑向一垒。总算通过了一垒垒包。
然后三根三根，队友们大声地替他加油。三根，不久之后，小庞通过了二垒。虽然速度不是很快，但确实有沿着垒包往前跑。三根，三根，三垒的垒包也顺利通过了。最后终于跑回本垒了，虽然花了不少时间，但也算是成功了。小庞，你跑得很好哦。接下来的练习项目是传球。虽然小庞上次出任务的时候曾经把保特瓶投进垃圾桶里，但是今天的传球练习他能不能成功呢？结果好厉害哦，小庞投出的球直直地朝队友面前飞过去，接下来换小庞接球喽。可是，我没担心。重新整理好心情，再度挑战投球。投球已经完全没问题了，可是。球对他来说却是一大难关呢。然后，虽然没有办法用手套顺利接到球，但总算是可以把球挡住了。接下来的练习项目是手背。有史以来，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会接内野滚地球的黑猩猩。到底小庞能不能创造奇迹呢？可是，小庞可是干劲十足，决定要再挑战第二球。啊！他把手套伸了出去，这次说不定会成功哦。啊，好可惜哦！小庞显得很不甘心。来，小。接下来的练习项目是打击，把球固定住，然后练习能正确的打到球。这对小庞来说也是第一次的练习哦。好，该小庞打击了。结果
啊，竟然真的打中球了。接着最后，太棒了！在几乎完美的挥棒动作下，小庞把球打出去了。就这样，这天的练习结束了。现在小庞也是球队的一员喽。